我们就是天龙人，定台湾首都。台北的绿化是做得非常好，台北市相对于其他的县市其实做还不差，步调可能比较快。小小的一间套房要1000万，其实不止1000万。大家一起来面对，都其实不会输给其他的一线，就是国际级的城市。代表24年台北就已经发展了，所以我觉得一直都有在，就是做越来越好。对。